今天吃辣馍鲁力他们家的牛肉窑麻花牛肉窑锅巴。先吃这个牛肉窑锅巴啊，它这个里面还带有小盘子，很贴心。从这里撕开，这里还有这个食用攻略，这一盒里面有手套，然后就是小盘子、牛肉、小米锅巴，还有香辣脆。这是摇摇袋，先把牛肉锅巴还有辣椒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。锅巴是小米锅巴，麻花就是糯米做的。看，特别香。最后加入咱们的牛肉，辣卤牛肉，哇！倒出来了。这样一份牛肉窑锅巴就 DIY 做好了。来个牛肉，辣椒吃起来不怎么辣啊，就是很酥脆，特别的香。一口牛肉，一口锅巴，一口辣椒，太爽了。很好吃。